发行。一个变数就是在于阿山，反正我印象中没看他打过混双啊，而且又是在十一分制这样的不确定性，这个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期待或者说一个看点啊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确实郑思雨、黄雅琼的这种默契程度让他们的整体轮转速度非常快。现在刘学轩和阿山显得有一点就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。内容啊，强，但是今天在遇到郑思维的杀球的时候，他也不是说顶得那么的轻松。比赛当中上场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，顺利的话很有可能厦门特防3-0就收掉比赛了。今天喜欢陈俊轩和贾一凡的朋友有可能就看不到他们的比赛了。双方的第三局，更像那种以防守为主的男双，两个人在进攻端确实轮转上不是那么的流畅，所以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，基本上就是先顶先防啊，然后再找机会打这种常规的轮转、慢速的轮转。有些失误不是说对方的来球怎么样，就是感觉好像不是特别严谨，或者说打得太过于放松，太过于
球已经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啊。跟他再说，自身的失误还是多了一点。而反过来，阿三挺有意思的。非常精妙。失误啊，可能结束的稍稍显得有一点那个郑思维啊，黄亚琼这次球员在。